高级的极光烟熏玫瑰美甲教程，海岸玉质07打底后，海岸36号色点在甲面做色块，光疗笔把色块边缘拍打晕染开，照灯后甲面涂上仙女极光8号，再叠涂上仙女极光6号照灯，拿出大布胶72号色先画个 U 字形，然后把轮廓填充上色，边边给它勾画一下，再画出枝干和叶子。新手宝贝可以慢一点，俄式磨砂封层涂甲照灯后，用浮雕胶1号给甲胄勾一圈边，照灯30秒，蹭上香槟色魔镜粉，海绵擦去余粉后，甲面涂上加固和封层就可以了。